我其实中第二天要来颁发的是戏剧类节目奖项，可说是相当的有看头，包含了林心如将和杨谨豪来争夺视后的角色，而女扮男装的陈雅兰要来抢夺视帝，可说是令人相当的期待。稍后五点呢，众星即将步上红毯，包含了由林心如领军的华灯初上的剧组人员，以及茶金的郭子乾、文成豪等人都将步上红毯，而压轴呢，则会是担任嘉宾的陈意涵，令人相当期待。一早呢，也聚集了相当多的粉丝在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。我们来看一下稍早最新情形。到这里哦。拍照，我们可以啊，耶！你给我刚刚为什么当做你们的期待？